第一乐章呢，祁连山我们的家园，我们为什么没有说我的家园呢？我们的家园，我有意识的觉得地球就是我们的。现在越来越随着科技的发展，地球越来越小了，是吧？我们要祁连山下来的河水，我们不是一直说这个宜江江水都是向东流嘛，唯独在那河水从东面往西面流，是这样子。第一乐章呢有个很大的序，它是全不是第一乐章的序，全部交响曲的序，底座很厚，其实它就是祁连山山脉的底座。哦，这个乐队反应很好，说是这个大号很少写到这个音儿，需要我就写上嘛，他们吹的震动是不是一开始啪，大号长号一组，然后还加了一个大军鼓持续，你忽然感觉这个底座很浑实，哦，还有点颤抖的那种感觉。在这基础上呢，元昊出的主题，他们元昊吹得很棒，元昊出的梆梆巴巴宝，它是个狼牙式的形状，这个形状就特别像祁连山山脉的形状。梆梆巴巴宝有四度、二度、七度，这梆这样，哎，老远看了这么一个，这个元昊出来以后，你听着就，它就是祁连山。弦乐，接着弦乐，人文关怀的，他是居住在这个祁连山的人，多了这个哎，很温暖的东西，哎，这地方有人呀，有人的地方就是温暖。他同时作为音乐上来讲，他又是一个故事，祁连山一千年，这个河西走廊一千年历史有很多故事，哎，这个音调。这个族在这儿住，然后又是祁连山，梆梆梆梆梆，又在走，然后木管远远的一个很远的一个调性，它出来以后，哎，你感觉就是另外一个地方的人居住，一堆一堆的，是吧？也能感觉出来。紧接着是一个快板主题，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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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它是这样，在我祁连在这个河西走廊千年历史，它有很多战争，这个战争有，族和族群和族群之间的战争，也有和匈奴的战争，是吧？冲突。哎，我们忽然听到了有通过烽火台传递的信息，啊，很快是吧？把反抗外来侵略的这个人们就聚集到一起了，抗争。啊，最后不管有多少事件发生，祁连山永远都在那儿。整个潼关，梆梆梆梆梆梆，他永远都在那儿，屹立着。哦，序就完成了。
完成了以后，这个大提琴、中提琴，一个一个接近于这个游牧民族的这么一个主题，啊，你忽然能感觉到祁连山的天是多么蓝呀，白云，绿草原是吧？羊群人不多，很悠闲，一个主题出来了，啊。这个作品在写作技术上来讲，我是有思考的，因为这个作品啊，甘肃省歌剧院，它作为一个违约作品，你写的太远了以后，观众都走了，所以我这里面其实牵扯很多我的想法，有时候我们就老怪什么听众坐不住，素质差，甚至不懂音乐，没有这样的。你得想办法，你得放下架子，你得放下你的固有的固执的那些观念，重新认识什么是音乐，以及人们和音乐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值得每一个作曲家都得深思。这首作品很清楚，我就是为更多的老百姓，更多的音乐爱好者写的，他们只要喜欢 ，OK， 我就高兴，啊，所以从现在演出情况，现在已经演了近50场了，一首作品演50场，最近我还获得了一个消息，就是除了出唱片以外呢，这部作品的这个总谱也出版了以后，获得国家出版基金了，一共3部作品，就是中国交响乐总谱大典，这个里面，前天他这个出版社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准备要加印，我说你们先别加印，我还略做一些调整，他说好，我们等你的这个调整完以后，然后他们还要加上那个烫金都要印上去。所以一部作品啊，其实我从绿色呼唤开始就已经就是在思考我的创作的观念的一些改变，我就觉得目的要很清楚，在创作哪些是学院交流的作品，我们共同探讨这个技法的发展，那这类作品我们不能强求老百姓都能听，但是专家们探讨这些技法的可行性，那也是很有必要的，是吧？但是还有一些作品，就是另外一种写法，还有社会音乐创作，还有等等等等一些创作，其实他们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一种关系。但是我更多的觉得，音乐创作呢，体现它的价值，受听这个群呢，啊，当然越多越好，我是希望作为作曲家来讲，你作品有人听，有人为这个作品鼓掌，我觉得是一种欣慰。所以我在教学上，我也是在早期的时候呢，我给学生打好基础，到他们高年级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全部进入，这进入以后供他们选择嘛，是吧？不是单一的一种教学模式，当然在创作上也更体会体验。那么我一般写作品，我的风格是放开的，开放式的，需要什么手法上什么手法，需要什么上。另外每一部作品其实还都有形成了这部作品的特点，这部作品特点是什么呢？它其中包含了一些创造性。你比如说有些和弦是第一次在这里面用，因为这是它的调式所生成的，调式各种调式生成出一种新的和弦。这个和弦，别人没用过，我也没用过。那么这是我
这部作品的特有的和弦，蛮有效果的，蛮有效果的，也不拒绝各种手法进入这个作品。我觉得人类有记谱的历史也只有400年，这400年呢，形成了很多这个作曲技法，甚至有体系啊，是吧？好的东西都应该留下来，好的东西都应该继续用在我们的作品里。我不希望，就我个人不希望风格是单一的，一个窄面窄，是吧？这个材料越多越好嘛。至于当然材料是不是都要，就像我们做饭一样，炒菜做菜，食材越多越好嘛。但是是不是都要放到那一锅里面去，那不一定。或者今天吃这，明天吃那，是吧？它搭配开。其实这个，河西走廊这部作品呢，更多倾入的是情感，有情感激发出的一种灵感，包含着对技法的这个构成，它是这样的。忽然你就觉得，什么和弦都不能表达我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心情，那你就创造性呗，你就觉得哎呀，是这样的。一汪清泉出现了在沙漠里，那是另外的，咕咚一下东西，这个既要醒目，又要嵌入它，这个它是需要一个这个，需要一点这个条件的，需要一点条件的。其实我们就为什么老说一个作品是否流畅，是否通透，它其实它就是把各种东西能有机的组合到一起。另外它的发展逻辑是不是应该到这个地方，应该到那个地方，它是这样子。
Thank you.